哎呀，爷爷饭做真好吃啊！爷爷做饭真好吃。是好久没回爸爸妈家吃饭了，想死了，想死你们，想死你们。昨天的羊肉一个月二十天，两个月，两个月了。哎呀，一个月我们慢走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的话，现在娜娜考科三，是吧？对，明天还有一次。来，杜雨欣也是。考试嗯，杜雨欣也是刚，昨天回来的。上学累不累，杜雨欣？累吗？孩子这头一个星期可累。嗯，因为现在开始上四年级，还有三年级，对吧？你玩这个画干嘛？跳级的嘛，你厉害吗？这个画干嘛？累不累？这我不问你，我心学吗？你最知道。我就问你累，关心你啊！我问你这个话干嘛？你最知道累，我给他弄那个。来用勺子。对，试试。嗯，多练，但是你不会赢。哎呀，那真的出锅了，真的出锅了。对，先用筷子。没有一岁想用筷子吃吗？慢点吧，快点。这个今天菜。比较清淡一点啊，清淡。鱼还有两个素菜，啊，还有汤，排骨汤。嗯，清淡点好，天天大鱼大肉吃的。他知道要用筷子吃。那可能是。他不知道，你再看看啊，那。他知道，他知道不能这样吃饭，就他没有直接拿米饭，他看你。啊。他喜欢用筷子，哎，你咋不用那个银筷子的？银筷子在你家呢。啊，我在家里炖，我们那个腰果。嗯，别的那，你喝这个，今天旅行给你买的。啊，谢谢。旅行想着都不知道你喜欢喝，少让他们喝点饮料。你每次买饮料买那么大也行。这个，你明天原来眼里有那可乐鸡翅，我看菜够了，我没做，明天去做可乐鸡翅用。你这样放一下。啊，今天没做可乐鸡翅。啊。本来都等着吃可乐鸡翅。明天要回，要休息。那明天下午回去。对、啊。哎，那么快。啊，你们也别太累了，回来好好歇歇啊。好吃饭。啊，你们吃，你也吃，你也吃。不上学开心不开心？我不吃吗？你们啊？不开心。我是服务员不能上桌子。但是没。你坐那一起吗？啊，我不是，我们中午吃饭。他晚上吃多。晚上。你服务员，你对人家真不好嘞。嗯。让你们吃好，爷子高兴。也就喜欢你吃好，哎、你吃好。哎呀，你叫服务员，你鞠躬都不鞠。我坐下去了。小飞。没有。没有，有手机可以。没有，我们这不这你自己手机。贷款可以贷款。给我，我手机，这你手机给。谢谢小姐，慢慢吃。做你辛苦了。啊，做一下。你辛苦了。慢点吃，你应该把爷爷钱给奶奶上来，晚上带你上去。看多丽娜，多丽娜爱吃鱼，多丽娜特别喜欢吃爷爷做的。你昨天吃那个大骨头鸭肉吃了吗？啊，杜雨欣啊，是吧？爷爷做菜好吃吗？嗯，太好吃啊！我天天吃爷爷饭。那学校的饭好吃吗？嗯。比爷的不好吃、嗯、不能说三感没有啊，他说学校饭好吃，爷爷饭好吃。哎呀，不能说真是不能说，这你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原话。你的领导你的视频还得公布了吗？应该爷爷的才好吃。那想都不用想，我们自己说。你学校的饭我没吃过，下次去学校吃一吃。看，咱不想烧，咱不要。赶紧来吃，你赶紧吃。再给杜瑞丽呢？我可以不排队。看，他不要烧。嗯，他不要烧，他要快。光玩筷子。嗯，我帮你 ，OK 了。杜瑞丽呢？外国人帮你吃饭好不好？因为我胃口面条，你们看都是用筷子对。啊，用筷子。他吃了没得了，吸溜一下。真的穷国人。嗯。中国人。姐姐也喜欢用筷子，现在不用勺子。哎呀，爷爷饭做真好吃、啊。这不是糖，这是米饭呀、啊，米饭。
不会喝，你看自己捧着都吃，不去也是啥？啊，好久，你喜欢这样吃？我爱吃米粉饺，干嘛也要？嗯，爷爷做饭好吃是吧？太好吃了是吧？很香，这素菜做的很好吃啊，比饭店做的饭都好吃。对对对，真的是。嗯，这是两个多月没回来吃饭，今天一吃更好吃。嗯，还好，看你们多吃点菜。是我们不能在这儿煮，爷爷没酱做的话，我们特别胖，不要。爷爷是好爷爷，是个好服务员，是吧？是他不吃饭。嗯，看见你们吃的可高兴，可幸福。咱比西的饱，跟你讲，你爸晚上吃饭，不也没有人不能打搅他。对，你看段丽娜。忙啊！还有像拿纸，他觉得那个吃完了，都是扔了。这是肉，这是肉，对吧？还用手吃的，哎呦呦呦呦！香不香？给奶奶吃。要吃菜。给奶奶吃。刘鑫还要吃点米饭吗？要。啊？要。要还吃？爷爷做饭最好吃。一个星期。看，多给面子，爷爷做饭最好吃。太谢谢，太了哈，太 thank you。谢谢刚好最后呢，今天住院，本来都说礼拜几过来吃，妈呀，这是医院，咱明年吧，明年，好好，好吃饭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